二三四，这个是纸台的，六个工位，对，六个工位都在用，对，黄色是开启的，对，然后按一下，白色是关掉，这是一个卡纸，一个双张的，这个是卡纸的吗？这个卡纸，对，这个双这是双张，对，你如果不打开，这个双张是不起作用的。只有打开它才起作用。对对，卡纸也是的，卡纸是如果有纸掉到上面，它会也是会停机的。就打开就可以了。这两个，那个就是这边了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这个可能。对对。就是一个分批，比如说计个五十份，怎么设置呢？直接点进去。这边。点进来。五十。这样可以了。嗯。那这个可以清掉的，间隔好像也是这边调的，调三，就是来回三次。三次，对。嗯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要打开这个分批才会起作用的。哦。它三次才会停的，你不打开它不停的。嗯。因为每次开之后，这个计数要记得打开。哦，计数的话，这个是记哪个？一张它是在这里记的。记得这里记到五十之后，它会跳到这里，就是一批。哦，就是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五十。对。然后跳一个数，就是变一。对，就一个五十了。一个五十，然后再跳一个，再一二三四变二，就两个五十了。哦，懂了。这是震动的，后边这个震动。震动的话，就把那个弄整齐吧。对。另外这边是，这个是它这里，这个地方，这个转的是吧？对，可以关上，打开，对，要调速的。嗯。这几个一样的，这三个按钮跟这三个是一样的，主机、气泵、配液。对，主机、气泵。Three button. Same as this function. 这三个一样。Same function.调速，这个点动，有一个 speed inch， 这个点动啊。对。其他没有的，其他就这个同步带，就这个同步带，那同步带。哦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点一下，它动一格，动一格。动一格。那这边一个正一个反，就是。正转反转吗？就微调一下，微调一下。哦，类似点阵一样。对。就这个复位，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一批配过之后不配了，要重新从第一组开始，这个要点复位，配一下，然后再开机就可以。这一批做完。对。做完之后要做另外一批尺寸或者。对。要点复位。对。基本也就这些了。